传。啊，你有设定时间吗？你最近有设定时间吗？快，我手放了。那你这样是变成是你自己设定要在谁手上的啊？不会啊，我不会看啊。灌篮高手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不是成语吧？是关到篮子里面的。Fall in love， 好像。英文如果接近成语，算不算？要说国语。但是国语就要需要帮忙。三三三什么？三什么？三连三。他一直到我，我知道。三生两亿财，所以你刚刚留着。猴子，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可以给大家看看有没有人猜得出来？心头了，心头，那个心头，他越到后面越三心两意，不是啦，是三，是三跟二，心心猿意马，不是，不是啊，心头，心心爱心头，差一点，情投意合，不是不是，心差一点，心和头对，心和头对。我知道了，我还没有想起来。心心相印，心心相印，心跟头对，心意相投。那个篮球什么意思？心意相投，不是投对篮，心 shoot 心投 shoot 心投心枪投枪。想不起来吗？心头心头，这是训练我们口语的时刻哦。四个字，四个，每一个都四个字。哎，你成语背的好啦，有心跟头，有心跟头。这里也不简单。我想起来了，心意相投也不是，我又忘了。什么？心头意合也不是，不是心心意合。我们来想心心头意合，结果不是。心心是在第二个字，头是第三个字。哦，一心投入，一心投入，一心投入。能，是投入吗？很相近，很相近。心是第二个字，对呀，心是第二个字，头是第三个字。头，心头，什么心头什么？再给一个，请没上心头，不是你，可不可以再心头 ？OK， 第一个字是全，全，全，全心投入啊！全心投入。然后那一个呢？三是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，啊，这个三是第几个字？没有，它只有一个三，只有一个三第一个字，三心二意，不是，两个三嘛，三三八八，不是，有八，两个三都有意义啊，没有，只有一个三，你看那三做了什么动作？往下，翻滚吗？对，滚，对，对。三转，翻了几次？三心二意，三次，三心二意，三转，三心二意不是三转，三三如果翻了两次叫什么？转，三翻两次，对啊，三翻两次啦！他敢说三翻了两次？三翻两次，对，三翻两次，对啊，两次，三翻两次，这么多两次啊，两次啊，啊，对，猜猜猜猜猜。还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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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Wonder Girl 的，对，姑娘，哈哈哈哈哈哈！
还有吗？有，还有很多次，多层的，好多层呐，多层做一个代码。啊，请问哪一次才有奖品？最后一个，最后再拿给我哈。我们是十 K 的哦，都是成语，四个字 ，four words， four letters。大人，你不要停颁奖台吗？颁奖台是第一哦。哈哈，不死啊！跟什么？昆虫，鱼啦，鱼啦。每一年开始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所以用这个代表一个意思，因为这个字呢，在拼音，你用这个造，这个确实是很难的，就是从新开始。拿着要不要转了？不用，是的，就好。好的。妈，你看得到的，三鱼，三鱼，青头一盒。现在我们知道了，这是青头一盒吗？不是啊，不是。谁会猜得到啊？两种鱼哈，有三条鱼跟四条鱼，五条鱼哦，然后又是蚂蚁，这跟数字有关系吗？对，有。OK， 好，五三，第一个字和第二个字都是数字，第一个都是数字哦，五三。有时候不要被他那个图画给三三五三，嗯，五三，五跟三，丢三落四，三三五五，不对啊，快要接近了，三五快要接近，三五成群，哎呦！是我们猜到的吗？不是啊，还没有啊，还没有，好，预备，再传哦，预备，开始，不是。对呀，我记得 No One Girl 有啦，我一定知道啊！啊！是你的，你猜一猜吧。去你看看，它最下面了，打开前面一层啊。你这里看到人啊？你看你们人尿在这里啊？对啊，你这个是视频，这是荧幕，这是荧幕啊！你看到你现在看到就是你照到的，对，你刚才一直没有正，全心投入。好，看一下，有没有呼吸？还有嘞，有没有呼吸？哇，什么东西？羊没呼吸。你请猜四个字。羊没呼吸了。大家看，羊没呼吸了。这是羊，你自己。这是，这是羊没呼吸了。猜四个字，全部成语。没呼吸了。哦，知道。越来越难了。羊没呼吸。一三五七九是奇数嘛？没奇数啊！哇，好厉害啊！好聪明，奇数对不对？对，天机。九，天对。另外一个呢？可以一言护食。不是天是第一个字的。天无极。天数，要不然这是天数吗？给大家提示，一三五七九是奇数啊。对啊。奇数。不是，我说天机不可泄露，太长了。只有四个字哦，每个字只有四个字。天。缺。第一个字是天。对，然后再一个提示，天是我也，不是那个提示，下面的数字是不是少了什么？十一啊，十六吗？哦啊，十一啊，少十一。可是都不能被除尽嘛，对不对？不能被除尽。所以天下什么？太平。天下唯一。天下，它下面没有。天下太平。没有数字。Even numbers in Chinese， 双数。天下没有双数。天下无双，天下无双，天下无双，再一次，还有，哇，信中好了，信中好了是什么？不要了啦，关掉了，已经有了。